在座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非常欢喜接受这个主办单位的邀请，要来介绍我这个创作的分享。其实在台湾办过的人是无多啦，不过若伫海外呢，差不多。拢办过，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时常接受海外邀请去巡回演唱。因要听，就是要听故乡甲这块土地有关的歌。我二三十年来，就是拢伫做创作，用音乐形态将台湾的历史一点一滴来记录落来。会记起二三十年前，头一遍出国，海外一个乡亲，拢袂当返来台湾。其实海外拢是台湾一流的知识精英，因为关心台湾，因为言论无符合统治者的立场，拢变做黑名单，袂当倒返来。这款的历史袂使叫无去，真难要讲起来，是咱台湾人真悲惨的历史啦。因为真难要讲起来，就讲咱从这个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发生二八事件以后，台湾人袂使讲，台湾真侪精英去用屠杀，但是袂使讲，若讲就变作思想犯。将掠去枪杀，掠去关。其实我所听的二八事件发生以后，有做这个清乡运动，户口簿查，听你讲是失踪人口有二十几万人，二十几万当然，即有诶走去大陆，有诶走去日本，走去外国，咧失踪。到底确实是死偌济，到即当今也无一个真清楚诶一个交代。因为这个罪恶是统治者做的，所以要将这段历史把你暗藏起来，甚至要把你消灭掉。其实发生这个土地一点一滴故事，咱的历史只有靠家己来整理，家己来写。因为统治者你写的东西，往往跟事实拢差真多，尤其所写的拢徛在统治者的立场。有当意识，就是因为了解，但迄阵叫做动画时代，看动画杂志，渐渐知影台湾的历史，但发生真侪悲惨的代志，其实台湾社会结构不公平，迄个台湾意识是安尼慢慢啊产生起来，对台湾情感嘛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了解愈多，内心的痛苦，迄款的罪恶感。我今来这呢，就开始先来讲故事，所以我就用唱歌来讲故事。受人糟蹋，奈命运这呢歹，一代过了又一代，台湾人。做受虐待拢不知，子子孙孙有谁了解？先祖打拼的悲哀，西班牙荷兰满清，日本。糟蹋，奈命运这呢歹，一代过了又一代。台湾。
受虐待拢不知，子子孙孙有谁了解？先祖打拼的悲哀，世班牙啊，予咱满清。这首叫做台湾悲歌，哦，悲歌当然这就是伤心的代志，台湾人伤心的代志，哦，因为咱后一代呢，拢无了解台湾的历史，过去受到异族的统治，哦，强出卖，家己历史家己唔知影，就是这个民族的悲哀，哦，啊，介绍这款的剧，就是讲回忆，哦，回忆过去台湾。是一步一步走到台湾的自由民主，不是统治者良心发现，啊，这姐姐就是真侪台湾的精英，哦，真侪即有思想的人，伊知影台湾迄个问题，因为因的牺牲打拼一步一步，简单讲就是台湾人的血甲目屎换来。啊，当然一个少年囡仔在退伍的时阵呢，规头壳其实是想欲创业啦，吼，想欲好好去赚钱。但是真意外，迄阵叫做党外时代，去听到党外演讲，慢慢慢慢才了解台湾的问题、台湾的历史。啊，其实我迄阵咧写歌呢，其实是拢家己咧趣味，拢写情歌啦，爱情的歌吼，写初恋的迄个心情。但是有这个意识形成以后呢，过后我就无搁再写迄款的物件，就。所我了解、所感受到的，用音乐来记录落来。啊，所以我就先来介绍我伫这个反对运动内底头一条的歌，叫做《牺牲换来觉醒》。伊头前人的牺牲，唤起后壁人的觉醒。简单讲就是安尼。所以下面我第二首曲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哪来唱一过去段反对运动后的状况。失去尊严，来拼阿平，人生有啥意义？
当然，这个人就是讲，有一款思想自由、言论的自由。但是，伫统治者统治台湾，过去思想、言论拢被控制，未使讲真话，因为你若讲真话，真有可能就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。所以，不管你写文章还是讲话，拢真小心。所以。有耳无嘴，哦，尽量莫去讲政治，这就是过去的台湾。啊，当然呢，人伫追求这个言论甲思想，啊，就是郑南榕先生吼、哦。其实我含伊也无熟悉，但是就是讲为着要追求这个理想呢，啊，一条生命，吼、哦，付出牺牲，就是讲。人要有思想甲言论的尊严，无，就是讲伊尊严不要受到侮辱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咪掠我，干来将掠到尸体，这是台湾头一件为着言论思想，吼、哦，绝对，甲统治者咧对抗，啊，所以我就写一条禁歌，就是伊自焚以后，伊太太叶菊兰。头一面参选立委，就是拍一张母亲的圣战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选举歌，伊宣传歌就我写的，叫做《台湾魂》。所以下面我就是先来介绍这首《台湾魂》。个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爱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，阮是做台湾魂。建国个脚步渐渐逼近。当然，诶，这个安排呢，其实是忽然间的，因为我感觉台湾吼，迄、那个感觉吼，透过公众的地方讲吼，可能无真适当啦。是台湾吼，渐渐迄个气氛，能够点点地方食起啊，有迄个感觉。咱所知影这个马政府呢？一规思想，就是总统，就是中国必合必统一。讲较白的，就是将台湾杀给中国。
啊，尤其两摆选举呢，咱台湾人所展示出来的民意，结果有真大即个落差，甲咱追求主权独立的人呢，有真大个落差。啊，规发展呢，看会出来，是中资可能渐渐一直开放入来，大陆个观光客一直好入来，然后通婚时间拖长去。真有可能台湾就是点点啊，就强吃去。因为迄个状况，跟台湾人嘛真欢喜呢。中资入来吼，啊，即观光啊入来，那个经济那个有较好趋势啦。但是唔知讲咱的主权点点点点点样出卖，真有可能迄个发展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内心吼，啊，看到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发展，互咱真担忧啦。所以今仔日来吼，就讲予大家去回忆，以台湾精神，袂使去予忘记。尤其即马民进党所行的路线吼，实际上拢背离当初是想要做的工课，而且否定家己的理念、家己的主张，迄规发展是安尼。当我要讲就是讲吼，其实有足侪方式关心台湾，有真侪路线，但是到即当今的无一条成功的。所以我一个看法就是讲，有真侪台湾的知识精英，咪为着台湾的出路，吼、哦，贡献伊的智慧，去找一寡对台湾有利的代志要来做。啊，像咱即摆即个民政府伫做，嘛是伫做即款的工作，可能这是台湾的一条出路，但是呢，知影的人真少，可能得需要一款的思想的训练。啊，要怎去做应用？讲较白嘞，就是要应用较侪人，甲咱的思想相共的。不管你用选举方式也好，还是其他用社运的角度也好，主要是为着台湾好，这拢是对的。啊，我可能个人较采取这款的态度。下面我要来介绍这首曲，这是阿扁总统伫任内。啊，有去到拜访，哦，因为我有参加这个创作比赛，摕到优等奖，我有写一首台湾。啊，伊讲伊听真感动，伊咪亲自我厝里咪甲我合唱，听我唱这条歌《台湾》。啊，当最后呢，对我鼓励，哦，讲叫我加写一挂台湾精神的歌，所以我决定去写一首叫《美丽佛摩萨》。所以一边我要来介绍这首，就是阿扁总统去我遐以后，啊，鼓励我去加写一挂吼，啊，所写的歌，就讲台湾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吼、哦，美丽佛摩萨，玉山悬悬徛伫遐，海洋四边遐尼阔，阮的美梦拢伫遮。美丽佛摩萨有祖先留过血汗。代代子孙伫遮生团，阮的希望拢种伫遮。青翠的山脉，白云来做伴，花蕊开遍满山岭。海鸟叫声，亲像土地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美丽佛摩萨，太平洋的灯塔，阮的心永远坚定向伫遮。这是阮美丽国家。当这个国家是还搁伫梦中，还无实现。依照即卖国体，咱的土地还搁涵盖整个中国大陆，所以这个物件，咱的宪法内底嘛是还搁伫这个。所以台湾真真正正要家己当家做，就家己管家己。这个目标还搁真遥远，而且嘛真坎坷啦。
身流过花冠，代代子孙伫这生团，阮的希望拢种伫这。溪水的山脉，白云来作伴，花蕊开遍满山岭。海鸟的叫声，亲像土地的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太平洋的顶头，阮的心永远坚定向伫这，这是阮的美丽国家。坚定向伫这，这是阮的美丽国家。台湾当然是宝岛啦，有山有海有河的所在，就是上水的所在。尤其台湾一年四季如春，春夏秋冬，真适合人住的所在。台湾的人才真多，台湾的歌舞拢是世界有名的。但是若讲到政治，都予咱袂欢喜。
谁讲吼，天公伯并不亏待台湾，但是咱并不好好去疼惜这块土地，自然环境的破坏、土石流，每一边那臭风落雨，台湾的土地一直流失掉。当然，人的文明进步是一直在开发，某种程度是有一个必要，但是对这个自然环境的维护，更加搁较重要。过去就是这方面较无得注意，从这几年来呢，经过大家反省，尤其看真济外国人的进步，咱有哪有伫进步，有哪有伫学习，所以渐渐对这自然环境的破坏有较重视。下面我想要来介绍另外一首，而且这首曲是因为伫美国有一位乡亲真疼惜我，哦，伊永暗有阁约我比较台北见面啦，啊，是暗中弄到暗做，我知影伊的用意，就是尽量写一挂台湾人的歌。伊有呾含我相共共姓王，伊是一个企业家。但是真低调的人，伊帮助我，伊拢无爱讲。啊，是经过呢鼓励呢，我决心过来写首曲，就是即马我要介绍。因为我目前有两块专辑在进行，讲实在我是无头脑的人，我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出音乐。话个讲得当，无心去做其他的。啊，所以我有这两块专辑呢。我本来是讲台湾的政治环境已经无同款啦，写一挂较人文的、较文学的、较乡土的，尽量较无爱用政治的角度。但是咪讲即个即选举吼，甲咱的理想落差真大。本来大家感觉讲真好机会，讲实在，马总统也是做了真差啦，会使讲是足好的机会，哪会知影讲佫输遐尼济？当输的原因有真济，像有人讲买票啊，啥物啊，我感觉迄重点毋是伫遐。我个人的看法来讲，你的理想渐渐背离你的理想，你家己否定你家己要追求迄个目标，才是上大一个原因。如果台湾主权独立这个路线是正确的，你就实实在在对百姓讲，但独立对台湾有三款的好处，一款物件毋免去回避，但是真好的物件。到尾也煞唔敢讲，啊，愈讲愈虚，啊，讲的话甲通知声愈来愈接近，迄、那个区界线煞愈来愈无去。讲较白的，就是台湾人的迄个精神吼，迄条神经啊，要追求迄个物件，渐渐无去。啊，所以心情也是有一段，并唔是有一段沉重啦吼，所以今日唱歌迄个心情也无同款。啊！我拄仔咧讲，就讲乡亲鼓励我，伊讲海外遮济人真支持你，就讲你写物件甲土地有关的，是毋是过来写一首安尼？啊，当然，海外济济关心台湾的，有真济拢是长老教会的人，啊，所以我用神吼耶稣的精神，甲一块土地有做一个连接啦吼。所以明我来介绍这首《荣耀的日光》。在东方的太平洋，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青翠的山脉，蓝色的海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恩赐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土地。勤奋的人民，善良温顺。那像上帝荣耀的日光，在东方的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鸟语花香，海上的花园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恩赐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土地。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日光。啊！啊，阮要感谢，阮属阮美丽土地。
啊啊，阮咪感谢，阮咪荣耀上帝日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一嘴山盟那色的海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温书。感谢天，上帝予阮美丽的土地，勤奋的人民善良温顺，那像上帝荣耀的日光。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鸟语花香，海上的花香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温书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，传一代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的日光。啦啦啦啦啦，阮要感谢你，阮赐阮彼个土地。啦啦啦啦啦，阮要感谢你。先休困十分钟好不好？我可能爱稍微调整迄个情绪吼，愈唱愈低啦，迄情绪一直掉下去，我希望讲个扭起来吼。我十分钟的时间 OK 吼。